Good morning， 欢迎大家又来到 Motivation for Monday Blue。那么首先呢，先祝福大家 Holiday 快乐哈，这几天蛮多 Holiday 的。那么希望在这个 Holiday 里面呢，你们能够跟家人度过一个美好的时光。我今天想分享一个东西，因为最近很多朋友问我，哎，如果要看书，看什么书哈？其实首先我反而想问，到底看书好吗？这个是不是有点奇怪？我告诉你，看书其实是好的。但是你如果去，好像你还没有遇到一个问题，你就去看书呢，反而这个书会阻碍了你，让你不敢跨出去，因为你看到很多挑战在里面，变到很多很多东西，到底你做得到还是做不到？反而呢，更好的方法是什么呢？更好的方法是，我们先去闯它，去遇到问题先，去撞墙先。你遇到了过后，你再来去看书。看那个书来针对你遇到的挑战，怎么样让你进步，怎么样让你做得更好，这样子看书才有效。希望今天小小的分享能够帮到你们，记得 like, follow, share。那么在这边我们下个礼拜见，拜拜。